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C 您好，我们今天学习七到九级的词汇。第一个，爱不释手，释就是放开，手啊就是手啊，释手就是放开手。爱就是非常的喜欢啊，很爱。那爱不释手呢，很喜欢很喜欢，都不想放手啊。比如说我妈妈送我一条项链，我非常喜欢，我每天都戴着，爱不释手。好，你有没有什么东西爱不释手呢？第二个词，爱理不理，理啊就是回应啊，搭理啊，去跟你说话啊，对你做出回应。好，爱理不理就是不想理，不想说话啊，随便就这样吧啊。比如说我跟我老公生气了，他哄我，他跟我道歉，我不接受，那可以说我爱理不理，对，我对他爱理不理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词汇就学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可以给我们点赞或者记得转发哦。